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是打起最后阶段的升华。好，最后阶段的升华，好，就是最后一段嘛，哈，那就不解释了，哈。好，这边是10%，好，10%自残，自残10%，就是血量的部分你要控制一下，哈，这样就是这样子而已，没有太复杂，哈。那我要控制血量怎么控呢？就是不补血，哈，不补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挨三下，第三下才会死啊！他已经补了，没办法。然后现在就是一样，也是不补血的状态哈。把攻击书做掉啊！哎，来不及。可以，这时候再补就好了啊。一次补就补满了，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用急着一回合每一回合都要补血，因为你可能搞到自己没有补血足。这时候再补，有没有轻松轻松？OK 哈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还快死了。下一关两秒转珠，记得两秒转珠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在这一回合做一个叠珠的动作哈，手动叠珠哈。嗯，我怎么不想把它叠掉了？由于他最后一回合自己自残了，所以。建议还是一样这样哈，两秒转出，自己手脚动快一点啊！哎呦喂，哦，我的叠珠差点插，哦，心脏差点跳出来，哇，完全没有消耗能力的一招哈，没有攻击能力啊，没有攻击能力。基本上这个心珠我多留了一些哈，原因是因为多一点我可以补比较多了哈。哎呀喂，没补到啦，太可怕了。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做这个漂亮的攻击呢？我希望combo数高一点的哈。让波速高一点，思考一下下哈。好，做这一颗，哎呀，过来，过来。哦，有做一个小小的叠，小小的叠住哦。但妲己如果开技是最 OP 是没错了。不过我们目前就是先不开了哈，因为没有可以开的了，不是不想开哦。妲己跳起来了，还是不出手，没有，那个百姓就是撑到最后就会赢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一波把它带走吧。应该可以放这一排，但是它只有增加回复力哦，所以没什么差。因为我们补下去也是非常 OP 的，就一补就满。K， 哦，好，以上是妲己升华式，非常简单的一个通关失败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